你别给我买，我靠，兄弟们一听超级泡泡，你赶紧立马打开手机藏宝阁，搜索一下区内最便宜的超级泡泡。请看好手里的超级泡泡，藏宝阁的神兽超级泡泡已经被玩家疯抢，只因刚刚放出的新资料片中，超级泡泡迎来大改。资料片中清楚地写道，已经拥有超级泡泡的玩家可以找到袁天罡，升级为超级泡泡相伴。目前还不知升级是无常还是需要消耗什么，但相伴状态下的神兽超级泡泡不仅拥有全新外观，还会获得全新的泡泡相伴技能。可以看到，物理形态下的超级泡泡相伴在物理攻击出现必杀时，会临时提高伤害力进行一次强力追击，意思是可以触发高伤害的超级连击。法术形态下的超级泡泡相伴则是在法术攻击发生法爆时进行一次法术追击。很明显，这种技能的改动等于加强了超级泡泡，所以才出现被疯抢的一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一直陪伴我们许久黄颜色的泡泡，他也会以全新身份与我们见面。此次他将化身为泡泡宠物，也拥有了全新造型。请注意，泡泡宠物和召唤兽泡泡是两个概念，所以并无冲突。而宠物泡泡的最大的变化，当属于可以和玩家互动，即使一起做游戏也不在话下，并且可以搭配各种装扮。重要的是，这种装扮还可以为召唤兽泡泡佩戴，倒是可以在战斗中看到各种造型的泡泡。本次对两种泡泡的改动，肯定会深受玩家的喜爱。